广播唔系一定要自己讲嘅。抽水唔系一定自己抽嘅。古波，我睇你登定系神。只要你有胆，逢星期六有我 Marco、Will、Kelvin、领兆一齐 Only One FC。Phone Gallery 有咩搞啊？唔知道、啊。想去边啊？唔知道、啊。咁有咩做啊？都系唔知道、啊。咁点算啊？咁点算啊？轻轻松松得唔得啊？得。轻轻松松，星期五。まもなく2番線に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黄色い線までお下がりください。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讲嘅四维游啊！咁啊，今日咧就带大家去呢一个旅游展啦。你哋只猫屎我冇用嘅，因为而家我已经播咗电话嚟睇嘅，系啊，所以只猫屎嘅冇作用嘅。吓点啊？使唔使拍？唔使啦，呢啲就直接过相嘅啫嘛，可以系、okay, 咯。咁系啦，咁啊，其实呢个旅游展咧就喺呢个亚会展咧，每年去到六月嘅时候就会搞一次嘅啦。咁啊，大家有冇去过咧？查实。冇啊！冇。咁啊，其实有好多嘢睇嘅。不过咧，我想讲一讲一样嘢咧，几得意嘅。嗱，呢个咧就系佢嗰个旅游展咧会出现嘅国家。咁当然我唔系去晒咁多个摊档啦。影女啊，影女啦。边有女啊？呢度有下角咯。呢个师奶嚟噶嘛？咁系咪女人啊？我有冇咁重口味啊？系咪女人先？唉。嗱，咁有啲咩國家你諗多，其實見得到嘅，有呢、這個啊，即係由呢個最左上角嘅呢、這個咩亞美尼亞，亞美尼亞都有啊。咁另外就澳洲啦、亞塞拜疆啦、不丹，喂，即係呢啲國家你都唔會去旅行，唔會諗呢啲嘅啦，應該照計。澳洲都唔會去，唔係亞塞拜疆啊。哦，你真係伊朗，柬埔寨會，加拿大去過添啦。中国跟住咩呢个系亚塞拜疆，我有机会去啊，因为2015年有个叫 European Games 哦，喺嗰度搞系威啦，跟住就克罗地亚啦、塞浦路斯啦、捷克啦、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咦？埃塞俄比亚嗰幅图系咪老点啊？好似系，好蒙啊！领少妹影埋晒咸相翻嚟啦，真系离晒谱噶，人哋好惨噶，你仲影嚟咸相？诶、哎，唔关我事嘅，呢度摆拍先出啊嘛，人哋连衫都冇多件啊，你仲要咁？跟住有呢个咩芬兰啦、法兰西啦、格鲁吉亚啦、柏林啦、希腊啦、关岛、香港、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啊，我唔敢去、啊。嗯，唔系，你可以去嘅，不过咧，你去之前咧，记住攞本假护照先咯。得噶，真系去得噶，真系得噶。假护照要假咩啊？你假护照啦，咁你去完之后咧，咁因为咧，伊朗另外一本护照出。伊朗、伊拉克嗰啲伊斯兰国家咧，你去完之后咧，人哋未必俾你入的。美国嗰啲未必俾你入噶，因为惊你投入啊。唔系，佢惊你系恐怖分子咁入啊。系咁，所以咧，佢哋就通常都唔会，或者咧，你入去嗰阵时咧，佢哋可能俾个 visa 边咧，佢哋嗰张纸咧，好似去北韩嗰啲都系嘅，佢嗰张纸咧，俾完之后咧，你离开嘅时候咧，佢会成张纸收走咗你，跟住你本 passport 上面咧系冇呢个记录嘅，冇任何记录。哎呀，我消失得密失嘅 friend。系啊系啊，哎呀好惊。咁啊系啦，咁啊仲有好多个国家，咁费事读落去。咁啊，自己睇啊。系啦，咁啊去呢个场就有即系个都系成个科一啦咁样啦，即系其实系。三楼五楼嗰、那个大嗰个科嚟嘅，咁都几多嘢睇嘅，其实照计就咁啊，要如果咧跟我今日去咧就$25嘅，如果各位听众听到呢集节目嘅时候去咧系$15嘅，点解会咁嘅？好得意喎，佢成日星解嘅，佢就系星期日就收$15，但系星期日就开个时间短啲咁解嘅。哦，真系噶？系啊。仲有咧，大家記住，盡量用八達通呢個俾錢，因為點解咧？佢收現金個得三個人收嘅啫，收八達通咧係好似呢個馬會嘅集商嗰陣15格嘅，使唔使咁大陣仗啊？咁硬銷啊！你想咁黑 sell 青少年中心啊？你想咁黑 sell 啊？對馬會嗱都感情嘅真係。
嗱呢度我哋再放大少少睇。嗱，听日就收五点钟，影女就影女啦。五点钟系啊，听日收五点钟嘅，咁啊收$15一位，系啦。屌你唔好咁咸湿嘅，你先。衰啊，揿错掣啦。系啦，有原来有张咁嘅入场券影咗，我都唔知道。哇！你影女影到啊？系啦，咁啊仲有抽奖添。抽奖呢如果好彩嘅，佢无理求思喎、哦。系就有呢个商人来回香港至无理求思经济客位机票连酒店住宿两晚添啊！吓及咩两晚？即系通六四晚喎、啊。咩？边度有及啊？个及字咯。边度啊？两晚及。哦哦哦，两间酒店分开两晚，哦、即系俾你住四日、啊，抵、啊。但系无理求思喺边度？地球某个角落，中美洲咯。哇，好似好唔抵喎，咁样即系我请六日假先可以瞓到四日饭，系咯？唔使你钱想点啊？诶，咁啊系。中奖又严，唉、啊，马会瞓啦你。咪系。咁其实先公心过夜。其实最好就中嗰个咩咯？嗰、那个相机套装咯。啊，最好最好去阿塞俄比亚咯。咩啊？单人来回香港至埃塞俄比亚经济客位。我几惊单程啊，好彩系来回啫，单人来回都几惊单程。嗱，净系机票啊，住宿另计，翻到嚟住宿另计。咁我谂比较好啲，有冇酒店嗰度？比较好啲，可能系呢个处理星号嗰个四日三。佢想俾一万你都唔得吓。咁啊，咁如果仲有，所以大三 I T O 比较好、啊。唔系，但系最入喺财众你冇乜衫着嘅，唔使带衫，咁住就住民宿咁样咯。喂，咁如果系咁嘅6月23，我边个攞到 standard 嘅话俾我听？系啊，得奖喺 standard 度登嘛。你有冇记？你有冇参先？我有啊，参咗啦。哎呀，仲 I T O 俾啊？帮你留意一下。嗯啊，好。好啦。咩？唔系佢有写得奖者获专衔咩？主办机构另行通知喎。哦，咁样系啊，咁好啲，咁都好等。等电话啦，你打电话俾你。咁啊，跟住咧又影，就有分呢个唔同嘅闸，喺个绿色闸同埋蓝色闸口嘅。咁啊，领女啦。好啦，一入嚟呢个绿色闸口，见到咧就系右手边就系出现呢个意大利嘅 counter。咁啊，最主要咧系 sell 嚟紧咧喺呢个米兰啊，会有个叫做世界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嗯，系啊，大嘅。大嘅即系系啦，呢度有叫大世界博览会，系啦，每五年一次，系啦，即系之前呢个喺上海搞过一次嘅，系啦，再之前日本，系啦，咁我哋都系啦，攞资料翻嚟嘅，系啦，大家前年系啦，万国博览会啊嘛，日本名古屋嗰边啊嘛，零五年爱之源，系啊，爱之博览会啊嘛，有去有去，爱地球博系啊，有去，有嗰件 T 啊买咗，啊你好啊，耶，你知唔知其实阿月光系好中意去名古屋嘅？中唔中意鲸鱼啊？一般啊。哦，咁马会唔啱你。嗯，佢唔系为咗呢样嘢，佢我呢度几好 J 喎。我谂咩嚟噶？我谂过布尔宫啊，因为。哦，你唔好吓亲人哋呢度。咩和咩啫？诶，系讲下一个啊。哦，其他嗰啲其实咧，我攞翻嚟啲资料咧，绝大部分都系日本嘢嚟嘅，所以其实咧、嗯、就算啦。跟住咧就有瑞士啦。瑞士嘅山区系啦，但系见佢冇羊嘅山区啊嘛，系啊，嗱呢啲真系山区嚟噶嘛，系咯系咯，乜自然本色啊嘛，嗯，有冇羊？冇，要揾啊，佢哋可能影到啊，攞点添可能。咁啊，佢最主要 sell 呢个去嗰、那个叫咩啊？嗰、那个日内瓦同埋系咯，买表嘅啫，巴素利嗰啲位置咯。跟住系啦，女系影女啊，影女啊你，呢个摆明系影女啊，呢、這个睇、波一个大细最兴奋。跟住出现嘅系芬兰啦，芬兰呢个 counter 咧系有呢个圣诞老人噶，系啦。哦，睇圣诞老人村。系啊，呢啲即系去极光啊，系咪？系咪极光睇啊？冇名，唔系。唔系嘛？唔系佢讲圣诞老人隔篱嗰圣诞鹿嚟噶，鹿嚟嘅，绑住佢，钓唔到鱼喎，钓唔到。嗱，跟住出现嘅就真系北极光啦，系咯，系啦，呢个旅行社会搞北极光团啦，咁样，跟住就有呢咁样嘅吓俾你，沙骆驼系啦，哇，仲够胆玩骆驼啊？哇，而家咩好严重喎、啊？系咯、啊，中东呼吸嗰个度感染嗰个嘢系骆驼。系个源头，
哇，仲夠膽玩，咁啊，即係要小心啲啊。跟住就呢個冰島同北極，北極嗰啲係啦，旅行。你睇下，係寫簡體字嘅。佢好明顯唔係貨我哋香港人嘅市場啦。都話嗰度就嚟開周生生嘅咯。跟住落嚟咧就周大福唔得。喂，周六福嚟嘅有喎。我想講咧，嗰日咧我睇北國北國新世界嗰、那個有一張相係北國新世界嘅，係完全空無一人嘅。咁又点？话俾你听，人哋一团团去噶嘛？哦，海山客嘅咩？傻猪仔！好啦，跟住我喺呢个就柏林嗰、那个嗰、那个叫做旅游市，柏林市旅游局咧就整咗个俾人射穿人哋个城市。咩？佢特登挖两个窿噶。你总之射入咗两球咧，咁就免费机票啊？冇，边有免费机票啊？佢只不一支啊？唔知有啲乜嘢啦。我因为我个 friend 咧，只不一支都好啊。咁巧我撞到个 friend， 咁个 friend 咧就射咗三球。即系我系用世界杯嗰只波，系啊 ，OK， 即系要三中二，三最少要中二，可唔可以高飞曲嘴？唔得，好难噶，你要咁近都系高飞曲嘴，唔系讲真，佢送乜嘢啫？佢好似只系送嗰啲纪念品嘅啫，纸巾一包，普通纪念品嘅啫，其实系啦，咁啊个龙门就咁样嘅，系啦，可以搬嘅啫 ，Berlin， 系啦，跟住隔篱咧就有一个芬兰旅游局嗰、那个。啊 counter 啦咁样，哇！芬兰都几多人，哇！几多 counter？ 其实成集北欧国家，头先嗰咩瑞士啊，瑞士唔系北欧国家嚟噶 ，sorry， 即系成集欧洲国家其实好多都睇嘅，但系买对，但系冇得个睇字，但系冇 Great Britain 啊嘛 ，Great Britain 系咯，嗰个系咪乡下嚟噶？系咪叫咁啊？系应该乡下嚟噶，跟住就到埃及啦，即系非洲嘅嗰、那个。系啦，非洲冇乜特别嘅呢啲，冇乜衫。系啦，跟住就到土耳其啦，西亚病夫吓，都冇乜特别嘅呢个其实。诶，以弗所我识 sell 喎，啊 ，sell 以弗所系咩嚟噶？嗰啲圣经嗰啲地方嚟。对唔住啊，我唔信耶稣嘅。跟住呢个系搞错啊，影女。边度？呢度咯，因为长龙啊，嗰个嗰个添。呢边长龙啦，呢个系另外一个系。嗱，呢个系泰国啦，系嘛？着 suit 嗰啲人睇，唔系泰国。哈萨斯坦啊，哈萨斯坦，唔系后边后边后面系 Kazakhstan， 呢度系 Cambodia， 柬埔寨嚟噶。吓 ，Oh my God，Oh my God， 系啦，吓死你。跟住到哈萨克就呢个，哈萨克自由行都得，使乜跟团啫？佢咪就系 sell 自由行咯。系啊，好玩啊，几好嘅。跟住到呢个南炮啦，南炮影啦。诶，咁都系见到个系啊，南炮做紧小王子啊，完全系骑劫啊，肥晒跑啊 ，my favorite 啊。好啦，跟住到我哋香港个 counter 啦。哇，系啊 ，LED 啊，卖 LED 灯。我唔系好觉得佢有啲咩卖嘅，其实。唔系，佢卖啲灯咯，红色灯。系嗰啲三只星嗰啲 O 三色嗰啲 OLED 显示屏咯。哦 ，OK。个海洋公园都唔系影嗰啲啊嘢，跟住隔篱就系广东个 counter， 广东海岸，美食令广东嗱、香港广东一部分嚟噶咁嘅事啊，唔好讲呢啲就算啦，诶，讲呢啲嘅啫，跟住就到呢个影女就影女啦，澳门、麦考系啦，又讲，跟住落去跟住就多啲啦，日本嘢啦，系啦。多人啊！是日重点啊！其实咁样讲咧，你自己开都得啦，使乜去？其实咁样讲咧，即系你开个 booth 都得啦。成个日本区咧系好，即系成个旅游展最多人咧系日本区。咁鬼叹，冇电啊你！四廿七啫，手小如麻痹嘅咩？系啦，咁啊有啲答问题嗰啲咁样啦吓，即系有个即系答中有咩奖啊？答中系咪用日文答嘅纪念品？我哋今日事實上真係應該有一件係係啦，有一件係嗰、那個即係人員啦、啊，唔知咁咧就佢有啲問題，亦都有啲可能有啲唔同嘅公司咧就喺度介紹佢日本嗰啲可能係食嘢啊，或者係旅遊啊，或者係嗰個文化，或者係鐵路公司嗰啲會介紹佢哋嗰啲係啊。咁我走之前咧，因為我其實趕住走嘅，我兩點幾鐘先去到。我三点几钟赶住翻嚟，叫你早啲起身噶啦。唉，琴晚睇咗咩啊嘛，五比一啊嘛，好大压力噶。叫你唔好睇波啊！唔系 FC 嗰时就话叫你睇波噶啦，咪鬼旅游展喺呢度就话你去旅游展咪鬼睇波。唔系即系证明我呢度两个节目咯，冇错。
咁啊，呢个系啦，咁啊，佢有啲问题啊，呢条啦就咩啊，冲绳以石门岛、九米岛、宫古岛为主，咁净咁总共有几多个有人住嘅岛咧？咁样睇下大家，帮你识唔识啊？冲绳唔好熟，冲绳唔系好熟，咁啊，大家估下先啦。咁我 Frankie， 你估下先啦。我知啊。OK， 嗱。答案一五个，答案二四十九个，答案三二百四十九个。几多有人住？几多个系有人岛？系啦，有人岛。我谂第二个啦，四十九。四十九个，你估四十九？稳阵啲。吓 ，Kelvin 咧？我估五个。哎呀，我都系估五个。答案咧系四十九嘅。耶！啲人血唔关我哋事嚟嘅。啊！啲四廿九啊，四万九啊，二四九啊，啲唔关我事。一九廿二嗰啲咧，哦好，八二啊嗰啲，四九二嗰啲咧，系啦。咁啊，跟住好似有一条，嗱呢条有咩嘛？喺日光嘅月光个反面日光，好难啊！你班友，不如喺日光嘅月本嚟咁样。三大瀑布系边个咧？摆到明就系尼亚加拉大瀑布啦，玩嘢。三号答案尼亚加拉瀑布，在日光的日系啦，应该系拿铁瀑布。啊，和嘢咧？唔紧要，你讲啊。我估第一个。答案系第一个。拿铁唔系喺和歌山嘅咩？我唔知啊嘛。啊，跟住出现嘅就系有条咁嘅问题，根据十世纪记载嘅资料，当时日本最高嘅建筑系边座咧？就系呢个京都嘅。大极殿，另外就是这个在这个奈良的这个东大寺大佛殿，这个我去过的。咁另外就喂喂喂，还有岛，还有岛根县的这个出云大社，是啦，一我估你估一，我觉得是一咯，你觉得一一咯，一错晒，三啊，答案真是三，哎呀。你补飞撞晒中柱，喂你唔好话，当时有个男人咧企喺度咧，谂住系要答咗呢条问题佢嘅，咁佢抢答好，第一次就答第二个答案，第二次答一就答一，成把咧叫佢，仲要抢答啊嘛，咪系咯，个女主持就赶佢走添，佢问咗呢条就之后冇再问其他，佢叫大家即系可能之后再睇下有冇几时会有发问问题就攞奖品嗰啲咁样系啦，佢唔会咁易俾人攞奖品噶啦，转头碌过噶啦，系，因为其实我有一我答中咗一条嘅，如果唔系我攞唔到嘢翻嚟，其实某程度上我去屈机嘅，得咩问题啊？好威啦，嗰条就问呢个咧系有哪一个车站今年庆祝一百周年，咁呢就有呢、這个不同嘅活动呢，三个答案，第一个就东京，第二个就品川，第三个新宿。东京喔、哦。喂老实讲你俾我答点会答唔到啊呢条。喂喂我哋讲几耐啊呢啲嘢。喂喂。喂呀、啊。係啦，咁跟住日本个 counter 呢就出现咗一个可以坐入去的影相嘅呢个。係啦。影女影女啦。车嚟㗎。呢、这个唔系，我见到个背影、啊，好多肉、啊、我见到，我见到背心啊 ，sex 已经小背心，仲有露带，离晒谱啊！港九摇曳协会主席，我本来都唔记得呢件事嘅。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唔知道数乜嘢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我听到人喺度唱呢个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系我咯，跟住咧，跟住咧点咧？头先咧，我喺呢个节目开始之前咧。就唔知边个又喺度讲呢件事，就话呢个有个叫做咩啊？呢只歌系边个唱嘅？就系嗰个咩啊？讲讲粤语背，系啦，个小背心系纯情白色小背心，由副主席，我见证佢由副主席升到主席啊嘛！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好系啦，咁啊呢个就系啦，跟住就嗱呢、這个月光都好开心喺个场景。口水啊，抹啊，抹口水多过浪花，小心地滑。系啦，咁有呢、這个大阪嗰个叫做嗰、那个大阪城，大阪城啦，跟住就富士山啦咁样嘅，咁跟住咧系啦，就系佢要介绍咗有啲咁样嘅，肯定冇人遮住。系啦，但系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咧，我睇呢张嘢，我真系笑咗嘅，左上角做乜嘢啊佢？但你睇完呢个之后咧，你唔好愤怒住，因为咧，其实我影条片嘅，睇下先搵到佢，系啦。有片睇，有片睇。
系啦。诶，哇，声嗰啲喎，系啦，上高嗰个开始系一架一六一系啊，跟住第二架咧，七八七系阿文嘅挑战。系啦，第三架啦，二三架成交。啊，佢咪中咗二三架成交，不过唔知点解嗰幅图用咗三手线嗰架啫嘛。啊，二码七啊，呢架唔知乜嘢，太快啊！机关车嚟嘅啲，系啦，就咁样嘅啫，都 OK 啊，系嘛？不停咁 loop 嘅喂，系啊，系咁 loop 噶嘛？呢、這个系呢个 preview 啫，系 preview 嘅啫。好啦，咁啊，跟住过隔篱就冲绳嘅，咁啊，头先咧，我咁啱就撞到一个我哋节目嘅听众，竟然系啊，佢上过嚟做嘉宾添嘅，咁啊，系啊，咁咧佢就喺度攞呢啲吓，即系去冲绳吓呢啲叫做潜水啊嗰啲做运啊呢、這个做运动系啦，喺冲绳做运动嘅一啲两本补习。嗱，呢个就另一件事嘅事。寻日我喺铜锣湾咧行街，咁我见到有个油桶咧，就贴咗个广告，上门补习做运动。咩运动啊？手部运动啊？定口部运动啊？我本身会帮你补运动课咧。都话唔好上门补习课。嗰咩家庭教师嗰啲咧，咩爱情动作巨献嗰啲，睇呢啲，即系成日睇呢啲真系上脑真系。算啦，讲翻冲绳先，唔好睇啊，唔好睇啊。冲绳嗰啲就即系主要佢就介绍啲喺冲绳结婚啊，嗰啲去游览嗰啲咁样。咁隔篱就轮到呢、這个，你有冇谂过咧？等点啊，真系东武冲绳呢度卖树。呢个女系咩碌咧？佢呢个列车服务员系，咁咧、其实我准备咗，有带住个，我以为你讲紧黄色嗰、那个，哦，咁样啊，我都以为问紧右边嗰、那个，我真系问紧中间嗰、那个，但系 get 到我，嗱呢度四张嘅，又分别咧，你咪同类咯，有呢一个，有咧，呢个索拉马奇呢张啦，系两张嚟嘅。跟住有呢个栗木县有个观光指南嘅，呢、這个攞过我之前嘅，阿月光你随便攞啦。跟住有呢个叫 Sky Tree Train 啊，系啦，呢架嘢咧就六三四型，系啦，就同呢、這个点解叫六三四型咧？就因为呢个 Sky Tree 系634米高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呢个名嘅。咁啊呢架嘢咧就应该类似上个礼拜讲嗰啲豪华特急嗰啲嚟，观光快速列车吓、但系呢架嘢行。六日假期先行嘅，快速观光列车系啦，所以我嗰次去系搭唔到佢，见唔到佢，影唔到佢，系唔好睇。O K， 好小心，跟住落去就系奇玉苑啦，影脚真系，唉，又影女，喂，见人跳裙短啲啊，影人，我间条啊，我唔系谂住影女嘅，叫嗰个奇玉嘅姐姐，我个过数啊，喂，企定叫人影啊，肯定。我是谂住影呢只嘢嘅，其实。搞混，食口嚟嘅。搞变。咁啊，奇玉苑呢个啦，咁啊，奇玉苑有啲咩地方呢介绍下啦。咁啊，阿何玉琪啱啱先去完呢个穿越，都系奇玉苑嚟嘅。咁另外就吓，即、系我上几次去日本，我最想去嘅铁道博物馆，我去唔到嗰、那个。哦，我去咗嗰度啊。吓，月光去咗嗰、那个，系啦，都系奇玉苑嘅。跟住仲有呢个咩呢，仲有呢一个呢，我唔知道大家记得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呢个故乡呢个春日部呢都系喺奇玉苑嘅。喺春日部啊，原来。係啊。哦。啊你唔知嘅咩，我唔睇㗎嘛。我搞错啊，蜡笔小新都唔睇。真係睇下春日部。你有冇童年㗎？冇㗎。搵返佢啦。点搵啊。跟住落去咧就系、近铁啊，上个礼拜先讲完近铁啫，我哋系啦，佢有一个叫旅行社，好犀利啊！佢有个抽奖咧啊！哇！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咩嚟嘅先？唔好俾听众唔知咩事先啦。哦，铁道娘哦，啊、即系搵画啲女性 character， 着嗰啲铁道公司制服嘅，系啦，嗰啲周边产品啦。咁呢个就系、是。
全部都是東武鐵道那些 character 嚟嘅。但係點解喺呢個係咩嚟？呢個係近鐵個 counter 嚟嘅。你行你行咗翻去東武嗰邊咯。我想講，我唔知啊。咁啊，是但啦。啊，係喎。但係呢啲名字全部鬼路村温泉都係東武嘅噃。係喎，啱。我想講，其實我喺 Skytree 樓下嗰個車站，我見過呢張 poster 嘅。哦 ，OK， 我未見過啦。跟住落去就哦，都系呢、這个系啦 ，Skytree Express 系啦，即系都系嗰扎啦，日光啊，鬼路村，鬼路村啊嗰扎系咯，咁样，同埋紧急出口，咁啊呢个就系咩咩紧急出口，非常好非常好。跟住就系嗰座 Skytree 嘅呢个好多 Skytree 模型，系啦，嗱呢次我摆明系影女嘅，佢着住东武电铁嘅制服嘅呢、這个，系、啦。你認咗翻嚟冇咁好笑，又影女，我認咗啊，佢認咗，吹啊，好笑，減型要，吹啊，吹咩？哎呀，吹咩？好啦，跟住到咗近鐵嗰、那個，你又碌翻去嗰邊做乜嘢啊？咩其實隔離嚟嘅啫。咁啊，佢嗰個 counter 咧就有一個抽獎嘅，填完資料之後抽獎咧，好彩嘅你可以抽到呢只哆啦 A 夢。邊度？哦，扁咗嗰只啊，吊頸嗰只啊，係啊，任有個吊頸，都幾得意嘅。诶、你唔好话排队嘅时候，当时有个细路仔咧系抽中咗嗰只啊，得一只噶咋？佢又唔系得一只嘅，即系佢又系嗰啲类似日本百货公司嗰啲搞珠嗰啲抽奖咧，系、啦。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细路仔攞咗之后咧，因为我嗰个 friend 咧，即系我哋个听众咧，咁啱得咁巧，佢系好中意哆啦 A 梦，佢话谂住要打劫佢。哦，你有冇制止佢啊？佢制止咗啦。真系啊！我唔想搞到咩血案出嚟啊！唔想搞大件事。你制止咗佢，然之后就你打劫咗个靓妹系嘛？我冇。你打劫佢，跟住佢你卖俾佢、我冇谂过。跟住掟落马会嗰度。黐线啦！精神中心，精神中心。有你。哆啦 A 梦啦，咁啊有啲咁嘅抽啦，咁样。系啦，静咗，静咗，静咗。阿台长，个个望住阿台长。点算咧？点算咧？隔篱就过好唔过好呢张相？迪士尼嘅呢个坑塔啦，攻击迪士尼都唔放过，将和服嘅米奇老鼠，好唔衬。系啦，跟住迪士尼每样嘢系衬有冇 ？OK， 跟住出现嘅个佢嘅爆丝嘅个，就系呢个四国噶啦。咁啊有呢个咧系濑户内海嗰啲咁样嘅景色啊，嗰啲咁样咧都系好排队嘅。排队做咩咧？就系抽奖啦，又系。但系问题我抽唔中就算啦。咁啊，哇！头先近似个排队啊嘛，咁排队有呢个咁样嘅，话俾你听个 pass 就可以买啲 pass 咧，就297港纸喺香港买吓、就可以去晒呢啲地方，即系由呢个大阪开始啊，京都啊、奈良啊、名古屋啊，上个话讲个伊势啊、岩岛啊嗰啲咁样都有份。三嚿水有酒，五日任搭我顶。系啊，正喎、啊，抹抵啊！呢个好抵啊，抹辣啲口水，抹辣啲啊，抵啊！呢个坚抵喎，坚抵啦。啊，當然啦，如果是特急嗰啲，唔知道會唔會收翻嗰個特急 charge 啦、啊，收翻 charge 啊，應該要。但你搭站暫停嗰啲都搭到你暈喎，真係。但你呢啲你起碼即係即係當然冇可能坐上個版，我哋影嗰架先啦。嗱，記住睇翻上個版影片版，我即係特登揾到嗰條片出嚟啊，真係啊。即系特登揾翻嚟啊！呢啲如果你 budget 有限，咁你又唔介意时间，咁 OK 喎。系咯 ，OK 噶呢个。补翻嗰个差价，搭特急叹下都 OK 噶。系啊 ，OK 抵啦，起码最贵嗰程路费你都悭到先啦。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咧，近铁嘅成个列车咧，冇可能去到环球影城同埋呢个清水寺嘅，一定要转车嘅。去南波转啦。系提醒大家，清水寺就喺京都站转咯。点解、我拉唔到啊？你一定零啊！我拉唔到啊！咁系好啦，跟住呢个咧就系、都系近铁个 counter 嚟嘅，咁啊有呢、這个佢有啲哇，佢两只咩嚟噶？呢只应该系库马蒙啊，库马蒙同埋山梨精系啦，咁啊吉祥物嚟噶。库马蒙系熊本县嘅吉祥物，唔知点解摆喺度。仲有 Hello Kitty 啊，系见唔见到啊？有 Hello 吉蒂，系仲有卡卡龙添，三嚟喎，正啲喎，系咯，正咯。跟住就系话呢度都可以买呢个 JR Pass 嘅，系啦。我话 JR Hotel 啊，送呢个礼物。咩 ？Japan Hotel 边度 JR Hotel？ 我嘅 sorry 啊，真系太核突，争好远。佢系 Japan Hotel 就唔系 Japan。佢个 P 字写得好核突啊。
其實我想講咧，好多嗰啲日本 counter 咧，佢揾嗰啲人咧，真係完全唔識講中文嘅。哦，正常啊。英文都麻麻地，但係佢哋好努力諗辦法點樣用英文嚟 sell。嗯，好好，我覺得佢哋。原来当嘢有哆啦 A 梦同埋眼胶超人，有眼胶超人喎、啊。啊，眼胶超人边度？哦 ，OK， 见到系啦。跟住就到 Medolo 啦，吹气地铁系啦，东京地铁嗰、那个系啦，影好影唔影啲吹气公仔？你唔好话东京地铁咧，今期咧犀利啊，犀利到吹气，犀利到咧响呢个咧港铁卖广告，犀利。喂，你唔好话我嗰日咧喺港铁，我搭搭下呢个地铁，我喺九龙塘，我见到个 Medal 个广告咧，我好唔开心。点解啊？喂，有乜理由仲系啲强国际嘅列车咧？你起码整翻架，即系 Medal 唔一千都一万啦，系嘛？啊哈，系咯。佢整咁乜嘢出嚟啊？佢个广告系好多噶，有即系几条线都有银座线呢、這个一千系啦呢只啦，咁、另外就有我记得好似富都心线一万系啦都有。重点啦、啊，近呢两年最 hit 嗰两家、啊。同埋呢个咩咯？千代田个万六咯，系咯，佢嗱咁啊攞到呢啲咁嘅资料几好，我呢、這个呢、這个我要 keep 翻啊，唔该。跟住我系要做翻啲嘢嘅，系啦，即系所有呢啲一定系要。敬礼嘅，可唔可以中间个打格仔中间个肥佬乜水？呢张我系唔会放出嚟嘅。但呢张就要放啦，因为呢啲放俾阿 Ken 都要啦。打我样啦，闻到晒你，知啊好嘅，系啦，呢个迪士尼嘅卡。知唔知佢自己攞你啊？系我唔识足球。我影女啊，影女啊。跟住就到呢个大阪观光局。但好奇怪喎、啊，呢、這、一個 file 正喎、啊，有冇攞翻幾個翻嚟？唔得啊！佢話只限女性攞就搞錯啊！點辦啊？又真係、OK、又真係棘手啲啊！佢因為點解個 Kansai Collection 咧？我如果冇記錯，好似話係嗰啲即係有個 model 嗰啲表演咁樣嘅。咁、你去應徵做佢啲 model 咁樣嘅。哦，係啊。咁所以變咗你話即係話會唔會有機會下海？AKB49 哦哦，咁啊，隔篱咧就出现咗呢一个咧，嗱呢个系啦，佢有个派咗嘢俾我。你带个 friend 去大阪喎、啊？啊咩啊？你带个 friend？ 我边有带个 friend？ 带个 friend 名将啊呢啲，呢啲唔系名将食物嚟噶。唔系啦，好明显。真系日本嘢嚟噶，真系日本嘢。当然啦，佢有派咗张嘢俾。嗱，佢将呢佢个广告牌写住做咩啊？系呢个你嘅 Kelvin 你嘅呢个做咩啊？做咩啊？我睇个呢个电脑搞咩啊？出咗去嘅啊？移翻个 mouse， 好吓我啊！你睇下 mouse， 睇下 mouse， mouse 移翻个系啦。嗱，我想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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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系啦。呢、這个咧就系深喺深斋桥嘅呢一间咧叫做三高格子系啦，高格子胡月系啦，胡月系啦嘅呢个系啦有。可以穿住个和服，可以食嘢，咁啊1500 per person 嘅 ，OK 啊，呢个价钱系啦。但你边度搵件和服呢？啊，唔系，系个和服1500 ，sorry， 切，我搞错咗啊！唔包嘢食，唔包嘢食，净系件衫。系啦，咁嘢食多谢，但系件衫租嘅啫嘛，3500起跳，系啦，件衫租嘅啫嘛，冇得拎走噶嘛，租嘅系啊。哦，咁另外就有啲。神户牛攞住呢张嘢咧，就8800 yen 个餐，咁有 appetizer 啦、sashimi 啦、呢个神户牛扒啦、沙律啦、呢个饭啊、叶菜啊、味增汁同埋呢个雪糕嘅，8800 yen 包埋税。咁如果你攞住我手头上呢一张券嘅话咧，系可以攞到一个免费嘅饮品嘅。嗯，一罐汽水咁样嗰啲系嘛？系啊，多支汽水。唔知啊，呢间嘢个位置咧？就喺呢个长骨通同埋呢一个深斋桥嗰间乜鬼嘢附近，即系嗰间 Uniqlo 嗯附近系啦。哇，你个迪士尼单张咁旧嘅？有啊。喂，我特登攞俾你，仲想点啊？2013年12月咯。好啦，冇嘴猫啊。跟住就到 Hello Kitty 啦。吉帝。冇嘴猫。嗯。再跟住咧就系呢一个东北啦。系啦，东北咧就其实都系咁讲啦，即系而家大家都仲有啲人系唔系咁够胆去，始终惊辐射啊嘛。咁所以佢呢几年咧越做越大啊，东北嗰个坑下，咁都想多啲人去。咁其实
清心縣嗰啲唔係好怕，比較遠離福島縣嗰啲就唔係好驚。清心啊山誒嗰、那個山形縣同埋呢個秋田縣嗰陣其實唔好驚。嗯嗯嗯，係啦。跟住就東北嘅白田牛係啦。咁啊呢個係啦，嗰啲表景係啦。跟住係啦，西日本旅客鐵道。嗯、我见得有柯南，系啦，咁我都攞咗啲资料嘅呢、這个人，系啦，咁有一张咧，我先见到嗱，呢张犀利啊，虽然话系旧旧地，但可以讲一讲咧，喺2013年7月6日开始咧，你喺呢啲车站咧可以免费用 WiFi 嘅，边啲咧？京都啦、大阪啦、新大阪啦、天王寺啦、三宫啦、关西机场啦、新神户、冈山、广岛、小仓同埋博多。系啦，可以免费 WiFi 系啦。咁西日本嘅博多同小仓，咁应该系山阳新干线嗰边啦。系啊，大站就有噶啦呢啲，系、嗯、啊、嗯，大阪站都有咧。同埋有张咩啊？铁路周游券，望下先。周游券嚟有嚟，有冇几多银先？有冇价钱先？北陆地区4500 yen 四日任搭，4000。包埋特急，哦哦，咁又唔同 ，OK 喎。跟住，江山及山荫地区，鸟取县、岛根县、江山县，三日任搭4110 yen，使用期限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哇，哦，我终于明点解个。有个柯南喺度啦，原来有架柯南彩绘列车，哦，咁样嘅，系啊，死啦！我应该有破彩啊，小心地滑，嗯，跟住系啊，呢、這个就轮到东日本嗰间嘅一个吉祥物啦，系你边位啊？我都唔知道，大口仔 friend 嚟咯，似系咯。不断咁行嘅，好啦，呢间就叫做宅房螃蟹本家，呢间嘢要介绍下先。喺大阪我食过呢间嘢 ，OK 嘅，啲蟹系好新鲜，啲蟹柳得唔得？真系蟹嚟噶，唔系鱼嚟噶，系呀。因为我唔食蟹嘅，李生。哦，我都唔食得蟹。阿 Frankie 咧，食噶，食嘅，所以听紧你讲，蓄势待发。价钱哦，你话贵唔贵？话平。亦都唔平，因为嗰日咧我食，咁知你讲咗啲咩咧？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唔入咯。哦，多谢你啊！我嗰啲你阿爸系男人，你阿妈女人系嘛？好彩你咁样讲啫，你小心啲讲错，我惊你。得啦，你阿爸揾你，你阿妈揾你。你阿爸女人，你阿妈男人。嗱呢間嘢咧，其實如果你話我嗰次喺大阪幫襯過，其實佢個集團好犀利嘅，即係大阪又有，東京又有，我記得喺涉谷見過一次嘅。咁就佢嗰個餐最低嘅價錢係3600 yen per person。其實佢 book 就寫咗 14 stores to the whole country, Sapporo to Fukuoka。係啊，即係由最北嘅宅房去到最南嘅福岡都有啊，其實係。咁當然就唔知得大阪同埋呢個東京都會有啦，爆曬！淨係一條道頓崛都有三間，話俾你聽，月光厲害。大阪個啊，嗰、那個大大隻蟹嗰、那個，係啊，哦，啊，就係呢間。我一見到即刻直覺假身，唔關我事，因為係咯，都唔關我事，其實都金龍拉麵啊嘛，啊，識嘢喎，估唔到佢哋嚟呢度 sell 啦嚇，即係諗唔到有 counter 犀利啊！咁有呢幾隻蟹咧，即係呢、這個啱啱做蟹樓一樓。生食嘅，生食嘅啦。有冇攞电话买外卖啊？2338 2338，戒赌意思。吓、啊，外卖嚟嘅呢个，叫外卖嘅呢、這个。O K， 边度叫外卖先？吓、啊，唔记得边间啦。总之快餐店嚟嘅。哦，吓、啊。你有噶？逼！我系咪飞快咗？你会 zoom 埋个女仔度啦？系啦，跟住隔篱就系呢个 JR 东日本个 counter 啦。哇，都我见到香川真司啊，系边度啊？见波衫啊！哇，不得携宠物外进啊嘛，不过可能自己考嚟嘅。都话佢个 booth 一定摆 E7 噶啦，E6、E7 都有。系啦，系啦，跟住就呢啲啦。
点解鞋都要摆呢啲玩具喺度嘅啫？咁点摆你嗰啲贵嘢啫？你嗰啲啊，一阵又不准捉摸又成，系咪先？呢啲都唔会俾你摸啦，嘛？咁啊系。俾俾啊？佢话俾俾摸啊？咁即系俾攞噶咯？唔俾。咁算啦，摆呢啲玩具算啦。但系班人冲埋捉手系咁样转个头唔见咗啦。系啊。佢好睇下先嗱，我记得佢俾咗几张嘢，几份嘢呢度都系啦。嗱呢份系啦，即系。山手线嘅呢个旅游指南啦，啊呢本店啊，呢本 OK， 呢本店啊，呢本店啊 ，OK 喎、啊，望佢样已经成个地湿晒，都好味嘅呢度，哇喺边个好好味啊？所有都好好味，窝蛋牛肉寿司，哇名将挑下喎、啊，名将可以试、啊、下，军舰嚟嘅咯，佢咪军舰嚟嘅咯，佢咪。嗰、那個本身已經係軍艦嚟㗎啦，冇咩正喎，窩蛋牛肉軍艦 OK 喎，最好唔好煮，唔好煮，係窩蛋牛肉喂。頭先個蟹嗰個咧，俾你睇下呢張蟹嗰張蟹嗰、那個，阿 Frankie 去睇，俾 Frankie 嚟，俾我冇用嘅，係啦，好犀利啊！我食開特惠牌蟹柳嘅。咁出咗一架 E 六啦 ，E 二五九即系我 Direct Express 同埋 E 五就系东北新干线嗰架嚟嘅。好啦，跟住呢架就 E 七啦，就系北陆新干线嗰架啦，系啦。咁啊，有呢、這个即系佢介绍呢、這个山形新干线 update， 架 E 三系转咗色。你唔好话佢嗰个电视当时系影紧我哋上个礼拜嗰条片影过嗰个 E 六嗰个广告。你谂下，又出现咗我哋上个礼拜啲嘢啊！真系，仲 red 嘢，系啦。咁啊，跟住影系 E 七啦，又话俾大家听呢个北陆新干线啦，嚟紧夏季啊，下年嘅春季就会有噶啦。由东京去金泽最快两个半钟，系啦，我谂住去。哦，咩事？咩事？哦，呢、這个系嗰、那个叫做重播电视台咧，有个叫做咩日本大放送嗰个节目，嗰、那个女主持同男主持中间嗰两个。系啊。不是我特登影嘅，系即系我见到啲小心影到噶嘛，咁啱路过啊嘛，咁啱路过嘅，我知道有机会影到，有机会影唔到嘛。好啦，跟住呢个咧就出现咗喺日本 counter 中间无啦整咗个韩国 counter， 呢间韩国航空公司叫 Jin Air， 战 Air， 好难读嘅呢、這个名，战航，战航去，系啦。喂，望镜头笑、啊，好嘢喎呢条友，犀利喎，望住你做咩嘢大头喎、啊，系咯。嗱，其实呢个咧，我系谂住咩咧？我谂住系 Medolo 嗰、那个嗰架一千系嗰个吹气啦，吹气电车就 cross over JR 东日本嗰架大口仔。咁即系影啊？唔知啊，好型喎佢。我飞快咗系啦，唉、哎，又系见到件扑街冚家铲啦。哇！讲粗口啊！你我最憎人讲粗口啦，冇办法，我见到呢个人我要飞啊，算啦。跟住咧，日本隔篱啊，马来西亚 counter 咁啊，系、哦、啦。Live band 系啊，嗰个马来亚嚟噶 ，Ken。唔系当时有个人喺度唱歌，我唔知呢个好似系嗰个咩系啊，我唔 sure 系咪啊嗰阵时咩我是歌手嗰、那个。萨顶顶，唔系唔系，马来西亚、沙丁丁、西藏咁定新疆噶嘛？同阿 Jam 斗嗰个系嘛？系啊，我怀疑系佢咯，因为我冇睇过《我是歌手》啊。我知道有个人，我唔系歌手吓。咁佢唱得几好嘅，佢有唱英文歌，有唱国语歌，唱国语歌唱咗只冇。但冇理由冇人围住佢嘅。有啊，不过成站，不过影唔到啫，我唔影嗰啲人啫嘛。佢唱我當時喺嗰度，我係聽咗三隻嘅，一隻就係嗰個童話啦，即係阿光良嗰只啦，係啦，黃光良啊，係啦，佢本身係姓黃噶，係係啊，光良啊咪係啊，啱啊，冇錯喎，包青光啊，係啊，跟住就唱咗只唱咗只嗰個咩 I Will Survive 好似係，所以可能真係佢嚟嘅，可能係我是歌手嗰、那個，係啦，係啦。得啦，咁其实呢个展览睇到呢度为止，咁啊好多，其实好多嘢，咁但系因为我就冇睇过其他 counter， 就主要系围绕住日本 counter 比较多。你有啲会唔会系净系攞咗单张噶咋？边啲啊？
有啲咯，咪就問你。澳門啊冇，咪行過冇攞咯，好多都係。嗯，係啊，所以其實我主要日本嗰啲嘢，好多時可能我節目會用到嗰啲咁樣嘅。嗯，係啦，我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喺呢度攞到少少位置去擺住先，唔好我一次過攞翻屋企好慘。你俾我咯都話，有個人會幫你看住先，不過我驚你黏埋曬一齊。好危险喎、啊，咁样危险，小心地滑啊，真系，唉，真系搞到咁样呢、這个真系、哎。不过你呢、這个展览咧，我睇落咧，好似真系都几多人去喎，都系啊，你话唔多，但系都齐嘅，几多人去喎、啊。我啲 friend 系啄住日本区，系咁四围捐咯。系啊，因为其实我嗰、那个我头先咧，我撞到我哋嗰个听众咧，都系喺日本区撞到嘅。嗯，系啊，所以其实系好犀利嗰个系。人你話多唔多呢，其實如果我覺得係算叫多啦，唔係話嚇。係每個人定義唔同啊，又想講。可能係啱嘅呢樣嘢。俾三萬九千人嗰啲球場啊，點知三萬九啊？再加多一萬係嘛？啊，四萬九得。咩啊？嗰個係坐七萬八㗎。啊，四萬九。即係啊，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好難講嘅。咁啊，變咗咧，你話喂，即係點解會咁多人睇呢？因為啲嘢你諗下啦。即係有啲日本嗰啲，你基本上你唔會話正常情況下你會特登去見到去成嘅話，咁我覺得呢個 O K 咯。咁香港人中意去日本唔係第一日嘅事啦。係、嗯、啊，俾你揀去東京去北京啊？東京咯，但係好奇怪地，你唔好話呢個。北京啊！唔係你想睇呢個銀座定係睇明十三陵咧？唔系边个银座先？又抽东京，边个银座先？又抽近博玩具嗰、那个博品馆嗰、那个。我几惊你话天水围嗰、那个嘉湖嗰、那个加价点入去啊？唔够钱啊？哦，系咁出铺先得啊！我唔怪得咧。系、哎、真系啊！咁啊，所以其实你话呢一个成个展览啦，我睇完之后我系。好有个冲动系想再去日本嘅，咁啊当然唔话冲动与否，我就都会去。呢啲展览搞嘅目的，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想你去啫。喂，但系我有个氛围俾你噶。但系好奇怪，我系冇冲动去嗰啲咩柬埔寨啊咩城噶，南都冇着衫嗰啲，南炮我都冇兴趣去。咁你问我就咁问我都冇兴趣去啦。去咗唔会提升兴趣。讲开日本，仲要嗰间咁嘅廉航来回名古屋整机票百一蚊。百一蚊啊，美金啊，港银啊，哇，唔系嘛，但系个 promo 早就约完咗，哦，都买唔到噶啦嘛，都买唔到噶啦，即刻断咗，你听到？我见到个价钱，我真系买唔买到噶？真系搭机铁来回都仲贵过张机票，真系，你望下，咁啊，先到先得定咩？买唔到，算罢啦，嗰段期间我都冇加方，哦，咁啊。好啦，咁既然系咁啦，其实呢个就系嗰个旅游展。咁如果大家仲想去嘅话，记住啦，猫屎唔系，咁啊点咧？系啊，咁就系啦，你呢求其俾一只猫屎俾佢唔系办法嚟噶，呢求其俾一只猫屎俾佢唔系办法嚟噶。你不如怼个迪士尼猫屎俾佢。有咩？我哋有 Mickey Mouse 啊嘛。俾够两只，好难啊！我好惊啊！即系仲 Mickey Mouse 分分钟一个唔该，真系，唉，比上个礼拜榴莲更加严重嘅问题会出现咯，我觉得。系啦，咁所以咧就成个展览你话用15蚊睇晒所有嘢咧，我咧值得嘅。同埋记住，因为今日25啊，听日15啊嘛，净系日本区都抵啦，净系日本区已经值回票价啦。其实嗰啲嘢真系几过瘾嘅。是啊，因为我都去过一个类似呢啲咁嘅展览，但系佢就系摆咗几个 booth， 其实每年都摆嘅，喺香港龙舟嘉年华，每年都有几个 booth 系俾呢啲咩大阪咩政府啊咩嘢去摆。系，咁我嗰次系立晒单张，咁迟啲可以分享下。好啊，都几好睇嘅。哇，今次个展览讲几耐啊？未破纪录，系咯，上次我系讲展览，讲巴士嗰个嘛，系啊，讲咗成个钟头零八分钟，加阵都系。不过你而家仲可以继续讲嘅。纪录系人去破噶嘛？算啦，唔好啦，费事啦。哦，咪等开餐啦，流力啊，等开餐啦，流力去中伏啊嘛，流力中伏咯，系啊，是但啦，算数咯，咩？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冇人锡我啦，够啦，已经过咗过咗啦，唉，搞啲咁嘅嘢真系，你又想点啊？
我点知道你想点啫，即系。好，下一节翻嚟会同大家做咩呢？就当然系食嘢啦，试下常身啦。咁啊，头先喺个展览嗰度咧，其实系有部分嘢咧，我系攞翻嚟喺展览度攞翻嚟嘅。咁睇下可唔可以一次过可以食晒啊咩成？我相信嗰啲唔服啊，相信住先啦，休息一阵啦，转头再讲。UFC 最新战况和赛后检讨， MMA 界内部消息和你一一分析，我立技研究生 Jackie 有我柔术八小友 Eric 会和大家讲解综合格斗技的知识，我们和你一起格斗实况。足球解读重新出发， Only One Radio 一触即发。大家好，我是 O 土啊。